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靖。最近的发行新歌加精选集，也是让大家可以一次回顾我这个六张专辑以来很多的经典歌曲。那其实六张专辑总共大概有60多首歌，那不是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拍成 MV， 所以呢，我很多的歌迷朋友们都会觉得啊，某一首歌应该要有 MV 才对。这个时候呢，机会来了。如果你觉得我的哪一张专辑的哪一首歌应该要拍成 MV， 你就可以开始发挥你的创意，当这个 MV 的导演，上传到 YouTube 上面。那详细的这个参加办法呢，你可以上我的郭靖脸书粉丝团郭靖 Claire， 或者是福茂的官方网站，上面都有这个详细的资讯，而且有非常丰厚的奖金等着你拿哦。郭靖志纯金影展 MV 创意大赛等你哦。